白和杜甫的诗，你更喜欢谁的？三二，白，再来一句杜甫的诗。想不起来就贴，快点。小林玩具，你很热吗？不热。吃冰淇淋吗？不吃。你怎么了？因为我在提前熟悉游戏规则啊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你为什么提前熟悉游戏？对啊。轮流来当主持人，然后向另外三个人问卡上的问题，并且需要三秒之内快速的回答出相反的回答。每答错一个问题，脸上就要贴一个扣分贴纸哦。啊！我去年脸庞就被贴纸遮住了吗？你现在就已开始说反话了。游戏的节奏适应的挺快的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说反话游戏吧。开始吧。那第一轮啊，就由我来当这个裁判啊。OK。你要抽第一张吗？来，第一位你吗？螃蟹会退壳吗？退，它肯定要退壳啊！退壳，对啊，对，那就是我说的是真的。你唱歌好听吗？不好听。这怎么真没辙？现场马上唱歌。不是，因为我脑子里面只有不 OK。我唱一个啥来着？甜蜜蜜，你笑的贴上一个。怎么不好听啊？因为走音。投票，太过分了啊！嘿嘿，现在我当主持人，夏天被问了啊！我要出一个题，好紧张。身材一般都是橡胶做的吗？三二一，是。一加一等于几？三二一。哇，你聪明。再来啊！你芒果过敏吗？过。他确实不过敏。哇，这个人厉害了。牛牛给龙龙提问，该我对战龙龙了，该我对战了，准备好了，开始，随便说一句真话，三二一，哎呦妈，贴，给他贴就是，哎呦妈，他这个问题很难呢。李白和杜甫的诗，你更喜欢谁的？三二，李白，再来一句杜甫的诗，想不起来就贴，快点，再给我贴上去。我的确是更喜欢李白。当然是要报复一下。好，牛牛，我们决战，瞬间报复，来吧。第一个问题啊，你会做红烧肉吗？一二三，真的。哦，你会做呀？真的不会。啊！哎呀！又说反话，被攻击了。OK。我重新回到战斗模式。你敢玩蹦极吗？三二一。不能是不是？不可以。啊，胆小鬼！跳楼机可以玩，你敢吗？我不敢，我连跳楼机敢玩。跳楼机我知道是做过无数遍了。哎，我还没有贴，我发现。我们这次这样好了，挑战夏天情感规则，龙龙攻击夏天这一轮。让我抽一个对最犀利的问题吧。OK， 在这三个问题里面问一个最犀利的。你买衣服更在意衣服的品质还是品牌？品牌。啊，品质。对，运气挺好。你看这个，拿吧，今天完蛋，准备好了啊！猪聪明还是你聪明？三二一！你说什么？猪肯定没你聪明啊！耶、yeah! ！攻击到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觉得猪一定是比我聪明？还没看出来，因为你毕竟是人类嘛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啊法则是。谢谢你啊！但是你觉得你呢？我也是我聪明吧。我们三个讨论一个，边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来，真的没有在听啊！我现在那个耳朵是真的堵得很重，完全听不到。那我说了啊。OK。好，我们的问题啊，说。有人叫你奶奶开心吗？三开心。这个问题好，我想奶奶我开心不开心？等一下，那意思是说你开心的意思哦。长辈了，那我们一起叫奶奶。过年了，来荷花压岁奶奶好，下去
吗？哎，你是三个，你是三个，三个，你也是三个，对，我四个，你四个，你这里还有四个。那今天最大的游戏黑洞依旧是，哦，是我还是我？但今天是反着的，他应该是冠军。太聪明了，这个人也太过分了。